在与竹马的订婚宴上，我得知自己是个恶毒女配。为了不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我果断给竹马男主下药。系统疯狂叫停，甚至不惜剧透我最后落个乞丐破产的凄惨结局。得知他破我财运，我果断远离。可是这男主怎么总追着我跑啊？在与竹马订婚宴上，我得知自己是个恶毒女配。看着身旁金贵疏离的男人，我不服，我发疯。这货是男主，凭特么我不是女主？我一个美艳的金圈大小姐，凭什么不配拥有一个完美男人？不甘之下，我偷偷摸摸给江书怀下药。 生米煮成熟饭，嘿嘿，那还不得从了我？你干什么？一道电子音突然响起，把我吓得一哆嗦。白色的药粉全下进去，清澈的葡萄酒变得浑浊，生怕不知道下了药。我，系统。下一秒，系统激动到破音：“啊！你干什么？你个恶毒女配，竟然给男主下药！”我，你是？系统？是啊，你好好走剧情，就有一亿奖金。哦，我家有很多，我还是继续。系统急得抓狂：“啊！你住手！你住手！” 你再继续，只会比这原结局更惨。下一秒，我乞丐的萧瑟样子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啊！江淑怀这霍克我家财运，我终于认真了。什么狗男主女主的给我爬，我要守着我的金山，孤独寂寞的过一辈子。太恐怖了，待会就去点几个男模压压惊。嘿嘿嘿。科大，一身笔挺西装的江淑怀走了进来，目光很快锁定那杯红酒。我的心猛地提起来，眼看着那修长白皙的手指要碰到那罪恶的酒杯，我一把按住。江书怀意味不明的笑着看过来，我哭死，这老狐狸肯定看出来了。 系统急得乱码，滋滋乱叫。我直接跪下了，大哥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大哥。江书怀挑眉，新 play，我要解除婚约，我要和你当兄妹。江书怀，系统见我神色认真，江书怀脸色黑沉下来，声音冰冷。理由，我只把你当哥哥，没有男女之情。系统破防，vocal，你是恶毒女配，不是白月光女配啊啊！江书怀莫言的端起酒杯往嘴里送，我心脏一跳，立马按住他的手，不能喝。为什么？因为因为里面有东西。什么东西？ 助兴的药，你放的？是，我咬牙承认了，眼睛眨巴眨巴，恳求道：“我知道我错了，你不要告诉妈妈他们，万事不可留证据。”江淑怀音调没有起伏，你喝，或者我喝。我酒杯口抵上江淑怀诱人的薄唇上，慢慢倾倒。不行，我一把抢过酒杯，三口并作两口喝光，热浪汹涌，啪嗒上来，有有点猛，身子一晃，被人扶住。我晕乎乎的抬头，对上男人幽深的黑眸，要不要亲亲？我脑子迷迷糊糊的，视线下滑，滑到那唇形漂亮的嘴唇。 我，好看的唇角微勾，声音暗哑，想要自己来取。我被蛊惑的点起脚，慢慢靠近红唇，两片唇一贴，软软的，香香的。耳边系统的声音如爆竹声，啊啊！你个恶毒女配，快住嘴，住嘴！声音几乎要穿透我整个脑袋，我一下子清醒了，一把推开江书怀，不行，我不要和你发生关系。为什么？江书怀脸上的泰然终于崩塌，他猛地攥住我的手，你不要我，要谁？我疯狂甩开他的手，飞速的跑进厕所，疯狂地用手指往嗓子眼扣，可是只有酸水。 药性再一次涌上来，我腿一软，腰身横贯一只有力的手臂，我惊呼一声，被带着坐到了洗手台上。江淑怀仰头看我，古井深邃的眼瞳注视着我。我用手帮你。我瞪大眼睛，系统吓呆了，停止尖叫。看着江淑怀含笑的狐狸眼，我感觉到腰间的有只大手抚上裤边，我脸色一白，死命的攥紧裤头。你个老流氓，住手！啊、哎、呀，不要扯了！狗男人淡定笑着，手上猛地一拽，屁股一凉。啊！江淑怀，你个狗日的，老娘跟你拼了！ 我一把将江书怀扑倒在地，拽住他的头发，下手真狠。江书怀认输的拉起我的裤子，轻掐了下我腰，不逗你了，快起来，医生来了。哼，下次我薅秃你哦。说完，我就飞快的起身，跑出了浴室。我是半夜醒的，一想到我那乞丐惨兮兮的模样，我就睡不着啊。不行，我要搞钱，什么赚的钱又多又快？彩票。哎，系统，你说江书怀是男主，那他是不是运气爆棚的欧皇？那当然，系统一脸神气，我们男主可是气运之子。 看到我脸上的奸笑，系统身子一抖：“你个老登，又要整啥犊子？”我小被子一扯，不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把江淑怀从被子里拉出来，看看这些号码哪个最顺眼。江淑怀看了一眼，指了个数字，捞起被子又睡了。我飞快地跑去彩票店，老板，我要那张。看着手上彩票的我，脸上笑开了花。系统，回家一路上，系统都在耳边骂骂咧咧：“切，什么叫盗用男主的运气啊？这明明叫合理利用资源发家致富啊！”几天后，毫不意外。 中奖了，三百万！我仿佛已经看到数不清的钱钱在向我招手。嘿嘿，系统骂到妈了！利用江淑怀又搞了几张彩票后，我心情愉悦的叫上我的小姐妹，在包厢怒点十五个男模。我们五个人，每人三个。小姐妹在旁看得张目结舌。宝啊，你和江哥分手了？是我抱着酒，呵呵傻笑。郑安然，你再说一遍！阴沉的嗓音带着冷气传来，周围瞬间安静下来。我身子一晃，默默低头埋起来。男人冷笑一声，一把揪起我的后跟领，将我提溜到那些男模前。 来，你想干什么？大胆做！看着眼前瑟瑟发抖的白皙、肌肉线条流畅的肉体，我看直了眼，偷瞄了下旁边脸色变得更黑了的江书怀，小手试探性的往前伸。特么的，你还真敢摸！江书怀咬牙切齿的声音，他黑着脸拉着我的手伸入他的衣服里，软软硬硬的腹肌八块，我的脸一下子爆红。你、你、你！系统也崩溃大哭。男主你在干嘛？江书怀终于脸色好了点，拉起我的手，走，回家玩。我玩你个头啊！和江书怀闹了一晚上，我自闭了。 这骚货怎么当上男主的？扶着快断了的腰，我去了按摩店，趴着闭眼享受着背上的按摩。哎，等等，屁股那是不是停留太久了？还有这按摩的手怎么比平常的软？我霍地睁开眼，一张熟悉冷淡的厌世脸，一如既往的漂亮张扬。玉檀，我那三年前玉家破产后就消失不见的死对头，从小到大，在我们一群人还在玩泥巴时，他和江淑怀就拿奖拿到手软，是大院那群男生公认的清冷女神，众星捧月。看够了吗？声音清冷如雪莲。好吧。 这嘴还是一样又冷又硬，我摊摊手，系统发出尖锐的报名声。<laughs> 我清冷绝华的女主打靠啊！女主定，丁剧情第一个节点，请宿主说出哟。几年不见，你怎么这么拉了的台词？什么鬼？落井下石本小姐才不屑做，我不做定。<丁>检测到宿主消极怠工，扣除余额一百万元。下一秒，我的手机就发来银行卡支出一百万元做公益的信息。啊！歹毒啊！我的养老钱。 请宿主快点完成任务，否则继续扣除一百万元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我清清嗓子哟。玉檀几年不见，怎么这么拉了？玉檀冷漠脸，意料之中，生怕系统又整幺蛾子，我使出了撒泼打滚。我要换人，我不要你！啊哈！那只手不知按到了哪里，我浑身一酥，瘫软在台上。那只手不满足的游抚在我身上，不知按了那些穴位。我死死咬住下唇，生怕露出一丝奇怪的声音。半小时后，我的全身都染上绯红，竟然在他面前，太丢脸了。 哇哇呜呜，默默擦眼泪，头顶好似有道无奈的叹息声。下一秒，传来门开和又关闭的声音，我惊讶了，这次这么快就放过我了？之前他都是要欺负我到哭着求他才罢休的，虽然每次都是我犯贱惹的，心里不安的我，还是拿起包飞快的跑离了这。默默看了全过程的系统，毁灭吧！谁能告诉他，女主和女配之间怎么感觉暧昧？慌慌张张跑回家，一开门就和一个人撞了满怀。我抬头一看，是江书怀。一想到他官配是玉潭，我一言难尽的看着他，江书怀。 这是又发什么神经？身后传来父母的笑声哟，看这两孩子腻歪着呢。我立马放开江书怀，江书怀脸一下黑了。好姐妹恰好这时打来了电话，冉冉，你猜我看到谁了？玉檀啊，你怎么知道？那边声音激动，苏凡他们正在为难他。啧啧，要是三年前苏凡要被玉家整死，我心情有点复杂。你现在在哪？镇鸾，不是，你要过来啊？你不是和他不对付吗？收起手机，我就打算走。江书怀抓住我，冉冉，不要多管闲事。 我知道他的顾虑，苏凡是个疯子，偏激起来他老子头都敢砸。但是，我知道，江淑怀静静的看着我，妥协了。上车，我送你过去。来来来，再喝一瓶。装什么呀，八腰子，喂哥哥吃葡萄就放过你，还不快去啊！一个壮汉拽着玉檀往瘫坐在沙发上的苏凡身上摔。我赶过来，就看到这一幕。住手！我跑过去，将玉檀一把拉到身后，怒视苏凡一群人。苏凡挑了下眉，眼神猥琐的扫了我全身。哟，这不是郑大小姐吗？ 我来这消费，玉檀服侍我怎么不行了？我呸！闭上你肮脏的想法！我一脸嫌恶。之前玉檀你不配沾惹，现在也是。再动他，本小姐让你苏家损失几个大单子，你信不信？苏凡脸上的笑意收起，眼神阴恻恻的盯着我。我皱了皱眉。苏凡突然站起身，阴狠道：“老子可不是被吓大的，T M 的最讨厌被威胁了。”寒光一现，冉冉，快躲开！”江书怀惊慌的声音。刀在与我眼睛相差无几的距离停住。玉檀竟然徒手抓住了刀尖，鼓鼓的血流下来。 包厢众人都被吓到噤声，不敢动。江书怀终于跑过来，一把将我拽到怀中，随后眼神阴厉的一脚将苏凡踹倒在地。身旁一个身影飞窜出去，众人倒吸一口凉气。玉檀拿起旁边的酒杯，不要命的一瓶又一瓶爆扣苏凡头上。我操，那些酒瓶都是他刚刚吹的。说这话的人啐了一口，这女的刚刚装佯装的特么的把我们全骗过去了。这是同一个人吗？特么的精神分裂啊！小弟们唏嘘不已，互相对视一眼，心照不宣。这种变化好像是因为一个人。 看着玉檀疯狂的陌生模样，我吓得身子都不抖了。缓过神后，察觉到苏凡带来的人还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你们还不去拦着？苏凡都要被打死了！话音一落，那边碎屏的声音就停了，还留了一口气。玉檀一脸淡漠的向我走来，右手完全被血液模糊。玉檀，嗯，玉檀逆着光的脸看不清神情，白皙的脸上沾惹点点血迹，犹如血煞的红玫瑰，漂亮的惊人，也危险迷人。我有点害怕这样的玉檀。咦，我的心思要被发现了？宝贝是在怕我吗？这个声音。 我瞳孔微缩，玉檀没张嘴啊，所以这是心声，真像个受惊的兔子啊，真可爱兮兮，想藏起来。我卧槽，系统卧槽！江书怀挪动脚步，刚好挡住玉檀看我的视线，手再不处理就废了。玉檀微掀眼皮，轻嗯一声，擦过江书怀，往门口走去。经过我时，一抹浓烈的心甜气息。玉刚起个头，耳边就传来烦闷的声音，烦人的江鬼，怎么总缠着我家宝贝？真想一拳打飞！我听到了啥？他要打飞谁？ 还有，宝贝是没看到我手上的血吗？怎么一点都不心疼我？英英，声音委屈的像淹了吧唧的小狗。我一下子心软了，玉檀，你的手。我的声音在看到玉檀冷漠冰山的表情，打住，好好看医生。可下一秒，我就听到了他的心声，竟然把我丢给医生就不管了。宝贝果然不爱我，英英，我就像个烂白菜呀、啊，又白又菜，没人爱。呜呜呜！我要不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？不用。玉檀一脸冷漠，可心里却在开心的疯叫，啊啊啊！我要，我要。 呜，呜，我就知道宝贝心里是有我的，我一言难尽。系统，系统抓狂啊！女主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什么脏东西？你快点从我高冷绝华的女主身上离开！把玉潭送去医院后，我立刻马不停蹄的去看了心理医生。医生，我真的没病，刚刚我觉得没有，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。医生将我推出去，你的病应该去二楼治。我眼睛一亮，忙不迭的掏出手机查医院布局图，精神科。我，系统无情嘲笑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定。 剧情第二个节点，请宿主在二十分钟内赶到定位地点，完成推女主下水的任务。我才是烂白菜吧！刚赶到医院草坪，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湖边的玉檀和江淑怀。最后一分钟的倒计时不允许我思考这为什么，我一个炮仗的冲到两人面前，猛地将玉檀推了下去。定<叮>，剧情点完成。一听到声音，我就立马去拉玉檀的手，可是却扑了空。我愣愣的看着自己的手，明明可以抓住。扑通，巨大的落水声响吸引了周围人。很快，玉檀被人救了上来。 有谁坐下？人口呼吸，赶快救人呐、啊！见玉檀迟迟不肯醒来，不知谁开口，突然叫唤了句：“愧疚的，我刚蹲下去想坐。”下一秒，熟悉的心声响起：“啊啊！宝贝要亲我啦啦啦啦！”不枉我刚刚避开宝贝拉过来的手，掉进水里。阿、啊、庄庄大，我还在正愣时，身后就传来江淑怀听不出情绪的声音：“老张，去给他做人工呼吸。”老张，那一口黄牙，哦，哎，醒了，人醒了。突然有人惊呼：“啊！江淑怀这老登，给老娘死！诅咒你拉屎没有屁眼！”我嘴角抽了抽。 走到出水芙蓉的玉潭面前，蹲下，扶起他坐起。刚刚对不起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冷，玉潭可怜兮兮的，趁机往我怀里靠，脸贴上我的颈窝。啊，宝贝的怀里真香！哈哈哈,哈！江老登气死了吧？略略略。闻言，我莫名的抬头看了眼江淑怀，果然脸黑如锅底。刚安顿好玉潭，家那边就传来噩耗，正式破产了。系统说过，与宣告破产的同一天，正富会跳楼身亡。系统这些天与我处出了感情，见我愣神的模样，担忧的安慰道：“宿主请节哀啊，你往好处想想。” 只要完成所以剧情点，你就有一亿了，绝对不会走老路变乞丐的。哎，你去哪？系统跟我一路，一间房屋前，门口守着的保镖一见我来，立刻迎上来。小姐，按你的要求，我已成功的拦下了站在顶楼的郑董。嗯，我掏出几沓钱给他，继续盯着。保镖喜笑颜开，谢谢小姐。系统呆愣愣的看完交易全程，突然猛地爆出尖锐爆鸣声。哈、啊、哈、啊，宿主你疯了吗？破坏重要剧情点的发生，你会遭受惨重的代价的呀、啊。凭什么？啊？系统一愣，什么凭什么？ 凭什么为了助攻男女主爱情，一定要有恶毒女配？难道没有这个角色，他们就不相爱了吗？系统带住，就为了让我能合理的成为男主的舔狗，就要安排我父母的死。特么的，什么操蛋的重要剧情，我就要破坏，咋地？有本事就弄死我，我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护他们到底。下一秒，噗，我猛地吐出一口鲜血，五脏六腑像是突然被人用巨大的剪刀一样疯狂地绞揉，痛，好痛！我倒在地上，蜷缩身体，脸色苍白的仿若死人。系统吓了一跳，宿主。 我感受到了造物主前所未有的愤怒，你快点认错吧，你斗不过的。我咬紧牙，无声抵抗。系统急得都要哭了，宿主你就认错吧，这样下去你会死的呀，宿主。死？哼，他才不敢。我是恶毒女配，只要我没完成最后一个剧情点，他都不会让我死。只要熬过这痛感折磨就好了。果然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身上的痛感渐渐消失。我颤颤巍巍的站起身，感受到了口袋里手机的震动，江书怀家的电话赫然出现在手机屏幕上。系统等我给江书怀发完位置共享后，哀愁的开口。 可是宿主，你难道要这样一直抗下去吗？看着手机上江书怀在原地等我的信息，我笑了。刀子要往最狠的地方扎，他的底线不就是男女主真爱无敌吗？那我偏要和江书怀恩爱有加，看谁先扛不住。话音刚落，一个挺拔的身影就急匆匆的奔来。江，下一秒，我被来人猛地拥入怀中，淡淡的沉香瞬间奔发，剧烈的心跳敲得我耳朵发痒。还好，还好。他轻拍着我的后背，声音颤抖：“冉冉没事了，我已经帮伯父欠的债补上了，正宅也被我买下来了。” 你还是可以回去住，别怕。我心微微颤动，眼前之人真的会如系统所说的一样弃我们二十年的情谊不顾吗？我一直不能理解，为什么他有喜欢的人了就能对我这么狠心？青梅竹马不是一个数字，也不是一两年，是整整二十年。我们如朋友，如兄妹，亲眼见证了对方从小孩到少年，直至长大的所有样子。我们凭什么不能一直陪伴到老？我突然鼻头一酸，心头涌上一阵强烈的委屈，忍不住抱着他嚎啕大哭。江舒怀一下子慌乱起来，手忙脚乱地抱住我，温柔地摸着我头。 似是解开了我长久困住我的心结，这日之后，我也不躲着江淑怀了，我开始和他频繁的约会，一切如我所料，不仅疼痛的程度逐渐减弱，疼痛发作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。我想，我可以和他谈判的机会很快就来了。巨大的商场里，我看中了挂在墙上的那套红色长裙，缠着江淑怀要买，可就在快要踏进试衣间，我的背心带子突然断开了，我同手同脚的慌乱的捂住前面，跑进试衣间，刚摸上后背，熟悉的痛感传遍四肢。 我的手被折磨的一抬起来就颤抖，根本就扣不上。时时见我没出来的江书怀敲了敲门：“冉冉还没好吗？”我打开一点缝隙，探出头，红着脸道：“我我后面开了，可不可以？”江书怀一脸爆红：“当当然。”他不方便。一道清冷女声打断他。只见被修身的工作服显露出完美曲线的玉檀从后面走了过来。趁我们都愣神的时刻，白皙的手抚上门边，一拉，侧身进入。门被他反手锁上的同时，只留给江书怀一句：“但我是女的，我方便。”江书怀：草。 昏暗的试衣间里，那边是江淑怀愤怒地拉拽门把手声，这边一只白皙透亮的手悄然抚上我的衣摆，钻了进去。抚一触碰到腰间肉，冰凉的我身子一颤，玉檀你。我怎么了？嗯，清冷御姐的女声含笑在我耳边响起。那只灵活的手指触上背心带子，啪嗒一下就轻易扣好了，顿时挤得我胸口一紧，呼吸一滞。刚想说什么，就听到了他的心声：“嘿嘿嘿，老婆好软，趁他不注意再捏一下。”我脸爆红，连忙将他手扯了出来。下一秒，耳边就传来他可惜的叹气声。 我满脸黑线，到了谢连忙将他推出去。你想要什么？冰冷空灵的声音响起。你是造物主？是，我要脱离所谓剧情点控制，从此人生自由。吴答应了。我系统这么简单就同意了？下一秒，眼前就出现了一条条类似弹幕的东西。红色弹幕：原女主和女主的 CP 好好磕呀啊,啊！什么？但我是女的，我方便。磕死我了。蓝色弹幕：退退退，我们政治书 CP 才是官配。红色弹幕：哈哈，楼上的你是来搞笑的吗？ 什么政治书？哈哈，你们政治老师知道吗？系统猜测，或许这与造物主大人这么快同意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一脸黑线，这都是什么啊？两个人他都不感冒啊！我推开门，就看见两双求关注的大眼睛。我默了默，是时候该说清楚了。对不起，我不喜欢你们。江书怀立马反驳：“我不信。”红色弹幕：哈哈哈哈，不信男。我刚张口，玉檀打断我：“我知道你是怕江书怀知道你主意我，嫉妒下会报复我。你好爱我，我都懂的。”蓝色弹幕：哈哈哈哈，脑补女。我。 系统真的不想再陷入剧情的糟心圈里。我解释了好久，才终于让两人相信我谁也不喜欢。但是他们貌似没有放弃追求我。半夜，江淑怀突然发过来什么？等我点开聊天框，只看到了一条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。我疑惑他半夜撤回了什么。下一秒，蓝色弹幕密密麻麻的飘了出来。哈哈哈，男主好土，他不会以为这样就能让郑安冉心心念念睡不着吧？我猜猜，肯定是发了个句号，立马撤回。我江淑怀不可能这么傻吧？我不信邪，发了条消息。 你发句号做什么？江亘，你怎么看到了？对方撤回一条信息，江亘，刚刚是我弟弟拿我手机发的。弹幕，哈哈哈哈，无中生地。江亘，我有份文件落在你那了，明天有空帮我送过来吗？我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拿着文件来到了江氏顶楼，一路上有不少人暗戳戳的看我，一看就知道是谁的授意。压着火气的我正打算去揍江舒怀一顿，就听到办公室里矫揉造作的女声：“阿、啊、江总，好烫烫。”我脑子一宕机，猛地推开门，快步走了进去。 只见办公桌前坐着宽肩窄腰的男人，低头处理文件，腕间的袖口折射出微光，目光半点都没有分给桌旁冒是打翻咖啡的女人。我瞥了瞥地上的女人，恰到好处被咖啡打湿的前面鼓鼓囊囊的胸口，不知怎的，胸口一阵烦闷，还有点酸胀的感觉。戏演够了吗？还不快滚！我一出声，两人的视线都看过来。地上女人见到是我，立刻委屈的掉眼泪。江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郑小姐一上来就污蔑我，因为你丑人多作怪。江书怀淡,淡淡吐出一句 “Q Q”，便一脸愉悦的朝我大步走来。 然然，我早就给刘特助打电话处理了，竟然敢给我迟到这么久，待会就去扣他工资。这关刘特助什么事？我没好气道，你别总难为他，人家也不容易。弹幕，呜呜<我>，终于有把我们打工人当人的女主了，这一刻狠狠共情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全公司的人都在磕这对啊啊锁死。而且郑安冉刚刚表情不对，看到有人勾引江书怀，她不应该高兴吗？怎么还破防恼怒啊？幺幺幺，哦我也发现了，还说不喜欢，嘴硬哈哈哈。我笑容僵住，心里微微慌乱。江书怀没注意到我的不对劲。 邀请我共进早餐，我想了想，没有拒绝。坐在副驾驶座上，眼前飘过密密麻麻好配的话，我罕见的也有了几分脸红心跳的感觉。我偷偷的瞄了眼旁边，视线从握着方向盘青筋暴起、骨节分明的手指，往上滑到那张俊美刀削般的侧颜，剑眉星目，硬朗俊美。江书怀的确好看的有点过分，哈哈哈！他知道他老婆在偷看他，整个脸爆红，哈哈哈！哥们，你是半点心事都藏不下啊！我也暗自感到好笑。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，刺眼的白光照射过来。 车子被狠狠撞得剧烈漂移摆动，冉冉，砰！我的脑袋被撞到一个尖锐的东西，毫不意外地晕了过去。刺鼻的消毒水味，我慢慢睁开眼，脑子江湖的记忆慢慢拼凑出来。是江书怀危机时刻改变了方向盘，剧烈撞击下的伤害原本是落在我身上，可是由于他这样的操作，大部分伤害都压在了他身上。所以我现在好好的。呜呜，男主现在插满了管子，好可怜啊。呜呜，患难见真情啊！希望郑安然喜欢江书怀的举手，我举手，我举手，我摸着墙壁。 站起身，慢慢移向隔壁危机病房，看到插满管子、陌生的江书怀，我一下子哭出 “you t o 了声。一想到江书怀会没了，我的心十万的恐慌。说什么不喜欢人家，放他爹的狗屁！我趴在床边，泣不成声：“江书怀，你快醒来好不好？不要睡了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。”真的吗？头顶上惊喜的声音吓了我一跳。妈呀，诈尸了！我一个重心不稳，往后一仰，跌倒在地。我惊恐的看着江书怀把呼吸器取下，动作利落的坐直身，伸手还想将我捞上去。 哪还有半点危在旦夕的样子？见我木着脸甩开他的手，他心虚的摸了摸鼻子，厚脸皮的笑嘻,嘻嘻着凑过来。我可听见了，刚刚说的话你不能反悔。我就说重症监护室怎么能轻轻松松进来？我一把扑过去，将他压倒在床上，狠狠掐住他的脸。好啊，江淑怀，你学坏了，你都学会苦肉计炸我了。下一秒，屏幕清一色的飘过，哈哈哈哈！住，这些弹幕不是上帝视角吗？怎么没识破这拙劣的苦肉计？下一秒，一句话霸屏，哈,哈哈哈，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你能看到我们了。 我，我叫玉檀，是这本书的女主。在我意识到自己喜欢冉冉时，耳边总传来“你不能喜欢她，你怎么能喜欢她？尖锐的电子音。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就像控制不住和她斗嘴，就为了吸引她的注意一样。与这个声音制衡了好久，我终于觉醒了。可是那时晚了，父母因为破产，一个进牢狱，一个抑郁而死。我与昔日好友断了联系。我知道我与冉冉地位天差地别，不敢再妄想。可是当看到熟悉的身影时，我还是没忍住，和同事换了班，亲自给她按摩。看到她极细的腰。 我感觉呼吸一滞，这么多年一潭死水的心开始剧烈跳动，我没忍住，在那里多停留了一会儿。没想到就是这样，他发现了我，垂眸看着他，眼神闪躲，故作恶毒的模样说刻毒的话，我心里一片好笑，就像小猫奶凶的朝你嗷叫了一声，可爱死了。可是接下来他说出要换人的话，我心里难受，泛起苦涩。我没忍住，故意按他那几个地方，像小时候一样又把他欺负哭了。我叹气离开了，靠在门边还没走，听里面的动静早没了哭声。我怕他哭，他其实一直都知道。 这个工作完成后，我去酒吧继续兼职，却碰到了讨厌的二世祖。与这样头脑简单的人，我不想惹事。可是我没想到他会来救我，我真的好开心。可是看到那死肥猪拿起刀子来的时候，我所有的冷静都保持不了。接下那把刀后，要不是看到他害怕的表情，我正想狠狠的剜他的眼睛。我不解气的那酒吧砸他头，血都溅到我脸上了，我都没什么感觉。可是在我转身后，心里想贴贴宝贝后，他的眼神变得好奇怪。之后每次我痴迷的轻声后，他都会表情不自然一点。我慢慢察觉到了什么。 开始暗暗观察情敌江狗的心声，他是否也能听到？在发现不行的那一刻，我简直像是被意外惊喜砸中。这难道是天作之合的预兆？可是直到江狗找到我，问现在的我能给冉冉什么幸福，我承认我自卑了，我不会一直这样一穷二白下去。但是我凭什么让冉冉一直等我？而且我知道，冉冉对江狗并不是他口中所说的完全没有感觉。我接受了之前国外一个大公司抛来的橄榄枝，在没能达到冉冉门当户对的地位之前，我都不会再回来。抱着这样的心，我苦干十五年，终于坐上了 CEO 的位置。我安静的买了张回国的机票。 来到了他们的大门前，看着院子里嬉皮追闹的一家三口，我终于释然了。冉冉，愿你幸福安乐，岁岁有今朝。完。